接着我们要欢迎到的是七号 coser 双鸟一空，他所饰演的是《刀剑乱舞》里的三日月宗近。三日月宗近呢，是安平时代的刀匠，他所做的日本刀呢，被指成为日本国宝刀的日本刀，也是所谓的天下五剑之一。所饰演的三日月宗近。